欸，有狗在叫哎，你有听到吗？又在叫了，操！这是在发情吗？还在靠腰？还是我把没吃完的馆长便当？哦，我这个是有仇必报，我的十倍赚完。这个要嘴可以啦，拿出一点逻辑好不好？不要要嘴炮，有嘴炮啊！要逻辑，有嘴炮，干掉！我买给你吃。买给我吃，谢谢阿正，感谢。没有，我刚刚那个吃免钱的，感谢你。白嫖一顿晚餐，舒服。特哥晚上好，便当开箱完了，何时换开箱？手摇饮料想看。你要不要直接指名十九茶屋？是不是很远的、欸，在内湖哎、欸？你看 Toys 要不要送来给我喝啊？不行不行，他送来我可能也会怕怕的。你好意思？有时间路过内湖再开箱一下。150我会买哦，我跟你说啊，150我也会买啊，但是肉少一点啊，干这我真的吃不完、啊。但是在现场不一定啊，现场吃那烧肉很热、很烫、很油、很香，搞不好吞一吞就吃完了。我刚便当吃大概晚了一个小时啊，跟大小赛哦，没有啦，我觉得问题还有它的配菜，我觉得配菜可以再改进一下，因为毕竟都花到200块了嘛，你就算小份你怎么也得卖个160吧，你不会大份220小份120吧，那这样谁要买大份的？ 你懂我意思吗？那既然都是150块以上的便当，我认为那个配菜就要调整一下，那个配菜就不能放那种100块的便当的配菜。但是你没有闪现，我不知道你要怎么活着离开这里，我不知道你要怎么离开。哇，抱歉，不是啊，我帮了一棒把你锤死啊，这样也要问到我？刚又不是故意委头，就正常恐惧沉默，讲话真的要平常心。得了吧，兄弟，头都拿到了，爸爸，这个人都杀到了，都是我拿的，就是这种垃圾。朋友，好的朋友，真的好的，你干嘛？你抓走是在搞是不是啊？直接来挑一发吧。跳一发领钱喽！他一定会吃这皮的嘛，一定会吃干净的嘛，肯定吃干净嘛。哇！冰吃光，好爽啊！这个在这边，敬请 BYG 董事史丹利不要再嘴馆长了、啊，你每嘴一句，我就被关切一句，我很辛苦啊。表面兄弟，对于馆长的便当，我只想问：北部卖220，就南部卖多少？我看起来像是这个成吉思汗 Notorious 营销部的主管吗？我怎么知道他中南部要不要开店？他要开要卖多少？我哪里在？准备起飞，兄弟们，顶级稻草人，终结战！哎呦，你不知道开大草吧？哎，干你娘！哇操，有点屌他这个反应，他没有眼欸，他这个意识有点好。我见证丹利从关门变馆，我的朋友他说馆长，就是我们刷一下蓝，紫黑到底追上没啊？不用这一套一气呵成，直接E2RQ带走，赢了吧。阿卡丽有这种操作跟意识，感觉输不了。他还没大装、欸，但他刷个大装，对面应该是不用玩了。11级大绝，直接单杀狗头，兄弟朋友们，直接单吃狗狗人，看好了。OK， 吃饱上路，哇，吃饱上路，还还我、欸？他为什么先还我，不先开刀？狗头不真先开大开始锤我鸡血吗？他先缓速是什么操作啊？聊天室有没有狗头大师？有狗头大师在现场吗？狗头大魔王四十米！哎呦，干，这样也射中，哇！沉默死了，啊，顶级，开心恐惧死了，哎，太操了。什么？这什么东西？螳螂女三小，螳螂女三小啊！啊！太傅不可能再回去了，不可能。
除非他有什么改变吧。这现况怎么可能回去玩？买一堆看台垃圾，然后排队要排很久。如果排快一点，也许还能接受吧。但现阶段就是排很久啊，你就没游戏玩。啊，你是三小，你能儿？啊，不然你是三小，啊，不然你是三小。开大烙干，沉默。现在不需要我，直接喊嘎闪。狗头人继续单机，不愧是狗头人。这个天下狗头一般浓啊，天底下的狗头人都是长这样子，无一例外啊。哦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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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呦，好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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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大王了，大王了，狗头加油啊，多推一点啊，快拆到主堡了，你快拆到主堡，你快拆到主堡了，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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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狗头加油！哎，点来局，这版本到底改了什么？有没有人可以给我那个改版的资讯啊？我完全找不到啊！现在已经没有人要讨论改版资讯了吗？版本要闻。龙兽削弱，乌龟削弱，萨雅削弱，谁增强？没有任何一只打野增强，傻小。系统野区的改动，我们看看野区改动就好，其他不干我们的事啊。龙龟啊，改魔法伤害，好像没什么差，差20伤害而已。乌龟感觉没有什么差，成长攻击力是干嘛？乌龟又没有靠普攻在打人。点心哦，野怪都变贵了。打野英雄线上经验，干我哈哈。我前期去吸经验只有40%哦，那这样加文废了哎、欸，那些可以两等 gank 的英雄也废了。我正式宣布，加文、塞勒斯、打野变成废物。这两只两级 gank 的、啊，还有什么老鼠 gank 也他妈去，老鼠江狗也去吃屎。加文还是 T1 哦，也是啦，他本来 T0，这个线上经验砍完变 T1，好像也蛮合理的。但塞勒斯一定会正式消失啊，因为塞勒斯刷三级本身就很辛苦了，很常需要打一些二级的套路来滚雪球。这样草人挺爽的、欸，草人直接刷6去线上跳的，对不对？首选草人感觉会打到明镜帽帽啊。死哥怎么说？干，这账号没有死哥，那这只吧。拥抱黑暗吧！哎呦，下路的朋友想偷钱？哎，你不是要交闪吧？嗯嗯，哎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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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！哎，这没死哦！支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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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别死别死！哎。他被打干呢，二换三，好亏。兄弟，我来了、啊。他怎么偷两次钱？有人偷了两次钱呢。A 了三下，我操！三个字，玩你。开局大家好快乐，一堆人头，我000，我010。哎、欸，有狗在叫哎、欸，有没有听到吗？又在叫了。操，这是在发情吗？还在靠腰？还是我把没吃完的馆长便当？哦，我这个人是有仇必报，我的10倍还完。很小啦，林口他妈一堆流浪狗哦、喔，为什么林口一堆野狗啊？动保处要不要处理一下、啊？哎、欸，我家气密窗哎、欸，气密窗还听得到，还是邻居的、啊，感觉是邻居养的。干，我家住10几楼，1楼野狗还可以透过气密窗传出来，我不信。感觉是邻居养的、欸，你们有听到吗？操你妈！有我听到了，右下那只超大声等于等于特哥，你刚刚学狗叫时，我家附近的野狗也都叫了。真的啊？干叫不停哎、欸，这是什么土狗的战争吗？我等一下一定要把窗户打开给你听，好刺激哦，我好想去观战哦，真的，我是想要观战的那种。这靠北哦，拜托啦！一起来拍上。完了！哇！被掉了，怎么有个灯笼？不过我伤害打满了，够了，伤害打完，不惜线上经验，好让他。你这什么大绝啊？还被换一个啊！我要吐了，我要吐了，还被换一个，太离谱了。这样是一换二，但是中路掉了一堆兵，打野还掉了闪，
这波很亏啊，不过这波也是我的啊，我跟飞丝都有一点责任，我们大绝都没飞好。欸，我是真的没看到灯笼啊，乱战之中没看到灯笼，大绝直接被带进打下咒，但是我也把伤害灌满再拉出来也没死，无所不用其极找理由。要越吗？好像不需要我吗？顶级收割，就差我这点伤害，这种就是最垃圾了。我来扛，我来扛。欸，打好怪哦，我梦魇这版是真的行欸，伤害好高哦。送射射射射，有种下来啦！好大的来啦！啊 ，OK， 射掉了，我顶你兄弟！来，把他往回扣，开始操，嫩啦，嫩啦！开操了，开操了，开操了，不管不管。不管不管，开操开操、啊、终极梦魇你摸了干干，怎么可以把打野玩得如此没用啊，可恶，菜刀刚如果有刚多一百有这个匕首就好了，就已经杀了，至少这个他有守住。干没看到盾，哇尴尬、欸，我被他 counter 啊，欸、我被 counter 真的，靠背盾没按出来，我有开哨了开哨了，已经要到了，我们直接走来支援用走的，哎、欸，直接蹲纳尔，好来纳尔来。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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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，这次还哎在孔，你他妈在孔，你知道变大了，干套变大，我先跑。干你现在蹲太久了吧？这他妈蹲太久了吧？哎，你是空 Q 啊？你是沙装？但是李信真的蹲超久哎，打半天不出来。哎，有大撞不死这中路，没大反倒是轻松杀。再买个魔抗，大西魔剑。再上个 GA 就差不多了，最后一件可能可以考虑买蓝盾，看他们谁肥。如果这中路肥，可以考虑买自然之力。这辅助看的看的是，哎、欸，那不在。往回拱，哎、欸，杀了，顶级拉扯，你看看，我这顶级拉扯，哇，顶级拉扯，好牛逼，好牛逼，真的好牛逼，牵起来了。喜憨儿，不是 AD 怎么这么痛啊？完啦，被 AD 杀光啦！哦呦哦呦哦呦，我们 AD 很痛，我们 AD 很痛。OK OK， 这波换血还算挺成功的。我直接出蓝盾吧，我感觉我只要扛住这个 AD 的伤害，就没有人阻止得了我了。我们顶级拉，刚那波我屌开中路哎、欸，我后面那波看起来像送头，实际上不会 rush 吗 ？AD 十一个头。他们割脸，哎、欸，我儿子、欸，支援我顶一头好不好啊？跟你，捧到喽，朋友，哎、欸，半血，哎、欸，逼闪，顶不顶？直接把对面最肥的李信，再把 TP 打掉，哎、欸，傻猪，把跳变大了，跳变大了，但我儿子要进场了，嘣，呀，单杀了，单杀了。顶级，顶级，撞两头，撞两头，哇！闪现牵绳挺进，哇！我儿子一路顶进去，再一发，波比会完了，直接扛哎！再一发，再一发，直接拆光了，直接拆光了，哎、欸，要吗？要吗？不是啊，不是、啊，人我，我先走了，哎、欸，我先走了，我先，哎、欸，去了。看起来一切尽在掌握中。特哥，如果认真爬，可以爬到什么排位哦？你看我这样轻松爬都有钻一，认真爬起来，打个寒服精英应该不是太困难吧？啊，我说实话吧，你现在叫那个空月给我滚下场，换老板上来打，我相信队员也不会有太多意见的。哎、欸，差八分，差八分，
等一下我听一下狗叫声，到底为什么一直狗叫？靠边啦！你看我窗户没关，我想说为什么路边的狗叫我家这么清楚？难怪我今天睡醒觉得客厅特别冷。我以为是内心空虚。应该窗户没关哦。我昨天晚上有开台吗？我昨晚有开台吗？算了，没事了，反正没被检举，应该是没事。注意看，这个男人太狠了，沾沾自喜不过两个小时，大声吼叫的网红马上被邻居大妈检举。为了躲避警察的追击，竟然关灯，假装自己不在家。由此可知，数百万的隔音装潢不过是一则笑话。